修房子。是吧？嗯。咱们要提这个，是基金能成功吗？你这是啊，咱们公司都没提。我成了，成了。没这个成啊。小张说，我们是第一次成功。我说当时不是咋成了的不？后来在那个长安，我讲没弄了，我就跑了，真是。一会儿再一个客户又不接了，好嘛。